根据媒体表示，韩国人气男团 XO 小分队 XO CBX 成员陈柏贤秀明将于8月4日至5日在首尔高丽大学花景体育馆举办韩国国内首次官方粉丝见面会 XO CBX Fan Event Summer Vacation with XO CBX， 与粉丝们度过特别的时间。据悉，此次粉丝见面会概念主题为快乐的暑假，届时三人将带来用心准备的精彩舞台与谈话、小游戏等多彩的活动，敬请期待丰富的舞台和愉快的见面。同时，门票预售将于韩国时间19日晚8时开始，和 XO CBX 一起欢度一下吧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